有，他会，他已经在过了吧？对。它可以握着杯子感受一下。那我们呢 Bosch 洗碗机呢，就是采用这样子的科技呢，达到我们非常省电又环保。而且呢，就像我们刚刚 Rita 提到的哦，完全呢它不是消耗品，它可以一直使用一直使用，所以呢是温温双赢哦。它跳的感觉超过瘾。因为我要跟他们讲，因为对，因为我们在这为了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洗碗机，我们叫冷凝式的干燥，不是烘干。好，我们会叫比较简单的烘干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是说有像我们一般家庭市场有那个这一颗裂掉了，里面有加这个花牌的那个烘干烘碗机，它是一个加热器，水被污染了，加热然后去把你碗烘干。那我们的冷凝式的干燥方式是，你在洗我们洗碗机都是用热水去清洗哦，最后一段时间会有热水。那热水本身它其实一种物理现象，它不会贴附在你的餐具啊这些表面上，它会直接在你